看了我的鸡啊，见我要吃馒头，所以我准备做一个口水鸡，然后再买一个凉菜，这凉菜贼香。这个凉菜闻着味儿都要流口水了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口水鸡，感觉有点一般，尝尝吧。好久没吃馒头，就是好香啊，这一口。真不知道人家这是咋做的，调的好香。咱们中国的蔬菜沙拉，吃点鸡，椒麻口水鸡，我花椒放的少，不知道麻不麻，有点不敢吃，我感觉不好吃。还可以，知道我怎么得出不好吃的结论吗？以为不好吃的结论，因为它焯水的那个汤做的调料感觉有点腥，但其实还好。我觉得还是不要用焯水那个鸡汤调调料，就用普通的水好。还是蔬菜沙拉好吃。有像粉条一样的东西，我最喜欢吃，但是它好像不是粉条。饱得很，我吃了一大半，拜拜大家，拜拜大家，已经吃饱了，这些我就下午再吃吧。